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开始引讲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。那么今仔日呢，要甲诸位讲的，就是伫咱本经，也就是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呢，有讲一个问题。伊讲，既然已经呢拄着如来伊的正法，那么这人信心有法度建立起来，佮同时能发菩提心呢？实在不容易啊，极为困难啊。因为一般人计划修道，伊欠伊未，伊神经会流落。可是要叫伊啊，发一个心来自度度人，自利利他，发一个菩提心来所谓呢度化一切众生，无定着呢，伊就去稍微考虑一下，所以叫做无简单。所以咱唔知因这里讲，边边看我出来方法报告啊，两个同参道友呢。那么伊报告无三个月，无甲一冬呢，未堪你外口境界考验，哇！人批评两句了，起烦恼啊。因此呢，就你去山顶去做老修行呀，或者是唔爱出来讲经说法啦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呢，发这个菩提心是无简单哦。发这个菩提心，能绵延不间断，一直维持落去，一直相续落去，困难呐、啊。虽然看到遐个方法者，咱那个都该关心，都该提起，哦，都该呢，称赞两句啊，是无唔对啊。好，那么在这个所在，我运用这大乘经典呢，又讲了讲，伊处处赞叹呢，发菩提心。会伟大所在。那么到底菩提心有啥物功德无呢？我在这所在指出呢十种的情形，伫大乘经典有讲的这个发菩提心，伊好处就对啦。好，注意看好哦。第一，屈入大乘；第二，成就一切菩萨学处之法器；第三，切断一切罪业之根；第四，证得无上菩提之根本因；第五，摄取无量功德；第六，令一切诸佛皆得欢喜；第七，一切众生皆得蒙益；第八，速至证得无上佛位；第九，成就不断自利功德；第十，成就助利他上述之事业。这就是所谓呢发菩提心有十种的功德啦。哦，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啊，做佛的弟子呢，你若是无讲要修行，无想要学佛便罢，学佛修道，最后的宗旨在哪里啊？在成就佛道。所以既然要成就佛道呢，你未当无做菩萨。你要做菩萨呢，你未当无发菩提心。无发菩提心呢，不能构成菩萨的条件。所以我毋捌看过，毋捌看过十方三世所有的菩萨，或者是诸佛，伊成就呢，讲伊无发菩提心的啦。发菩提心才当成佛，无发菩提心未成佛，就是未成佛。在大乘经典处处跟你讲啊，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有跟你讲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
欢迎咱台湾话呢，叫做是发一个无上正定正觉之心。那咧路路长呢，感觉听无，佮讲较别有哩。发菩提心，菩提是印度梵语啊，这是中文和梵文一结合的名词啊。佮直接个翻译叫啥呢？发幸福之心。哦，所以呢，每每在大圣经典拢会当看到呢，教咱人爱发菩提心、发幸福之心，理由在这所在。所以发菩提心当下，就屈入这大圣法入去啊。哦，这人非幸福不可。我定讲一句话：幸福唔是讲偌久拄偌久啦，一刹那间也咪就过去啊。哦，你唔免烦恼讲，哦，幸福讲三代阿僧之劫，想你家己强强要吐大亏啊，强强咧无信心去咧，心拢软去啦。那安尼咧，你就唔知讲佛法所讲时间观念。你有做来看三代阿僧之劫，如同一瞬间而已呢？一刹那间就过去啊呢？所以唔免烦恼讲时间三代阿僧之劫，当时才会幸福啦。我敢有信心？我敢有呢？有资格？敢有可能？我严重甲认同，你唔好怀疑。佛祖甲你讲讲，你顶是未来佛，我是以前之佛。我有道，绝对袂打妄语，打妄语未成佛呢。恁以后会成佛，你有这个相当的自信。哦，所以三代阿僧之劫，你唔免想到我讲，哦，遐尼久啊。连想都唔敢想啊！你怎么咧想哈？哎，唔对哦！譬如讲啊，听真侪咱全国人民百姓足侪人安尼讲啊，听如本法师讲经说法呢，明明都五十分钟，那么目睭睁着了，这话一句讲，哇，时间都到咯，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哈。那么，伊明明拄啊伫遐开场白，拄啊开口尔，即马一点钟伊跪啊！咱要讲话啊，定破时空，入这听经三万里。所以虽然五十分钟也如同一刹那，你注意清楚吼。所以时间空间是凡夫众生念念不舍执着希望的物件，在佛道来讲。已经净化解脱，那么在禅定中呢，无这时间甲空间观念，一刹那间就过了无量劫去啊。所以咱要讲话啊，那么虽然是三代阿僧之劫，虽然甲看个真老老长，哦，过了百万年，过了亿年啊，但是总是呢，这过了亿年内底呢，你修道过程当中啊。你若成佛时，你会感觉，哟，较早都做凡夫尔咧，即摆念是成佛啦，真正有够紧的就对啦。哦，那么我请这门在座注意啦，你已经五六十岁、四五十岁、八九十岁啦。我问你一句话，这八十年来、六十年来、五十年来，你安怎度过？日子安怎过？你想想讲，哟，安怎度过啊？认真甲看过去以往呢，嘛如同一刹那，无偌久以前尔，即马已经四十几岁、五十几岁哦，甚至六七十岁哦，你家己有家己惊着？哦，同款理由，时间咧过是不知不觉个啊。像讲我呢，当初二十六岁出家啊，少年家就出家啊，那么今仔日已经四十六岁啊呢，你想看袂啊？中年人啊呢，较早少年家出家，已经经过二十冬的时间啦。哦，我想想有当讲，我长才出家呢，即马已经呢四十六岁啊，家己想家己不可思议啊。所以目睭睁着了，二十年呢，啊睁两下呢都四十年，未甘你睁三下啊，啊睁三下呢都六十年。迄时阵，如本法师头头毛出手白啊啦，就变老和尚啊啦。人阮要来发弄讲堂，看咧老和尚个呢，八十几岁啊，迄个就清楚哦。所以时间只是凡夫，伊一贯个错执而已，错误执着，
在开悟证各位诸佛菩萨一心目中呢，定破虚空，所以呢，伊完全啊，一念间能入无量劫，无量劫能入一念间，能自在解脱啊。安尼最清楚吼，所以要讲话啊，发菩提心有啥物功德，有无就歹，安尼讲啊很直啦，就最后你成佛就对啊，佛入大乘啊。好，你好哦。发菩提心，那么十种的功德内底，第二叫啥呢？能成就一切菩萨合处之法器。哦，哎，诸听有无？意思就讲，你要成就菩萨道的圆满，你必然要发菩提心。像我拄仔开文建山讲一句话，找无一尊菩萨讲伊无发菩提心的呢？无法菩提心，就无得做菩萨；无得做菩萨，就无得成就菩萨的功德利益啊！哦，所以《华严经》的佛祖嘛安尼讲啊，哦，讲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菩萨，皆由菩提心而出生过啊。有安尼讲，所以远离菩提心，当下就无资格做菩萨啦。菩萨之所以菩萨，就是伊自己呢发过菩提心，在菩提心伊的正义物化当中转凡入圣起来，成就伊菩萨功德，这点非常非常要紧呐、啊。所以呢，我正讲一句话啊，学佛就是要成佛啊，啊成佛一定爱做菩萨啊，啊做菩萨一定爱发菩提心啊。哦，那么。无发过菩提心，就无资格做菩萨啦、啊。哦，啊，既然无做菩萨，因能成佛啦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句话讲啊，菩萨为因，佛为果。佛就是果报，哦，啊，菩萨六道万行就是因啊，无因哪里有果啊？啊，既然要有果，必须要有因啊，因就是做菩萨。啊，菩萨的条件来发菩提心。哎，你最清楚吼，就连贯的作用伫个就对啦。好，佮听好，发菩提心十种功德内底第三，叫做切断一切呢罪业之根呢。这意思就是讲，菩萨虽然以无尽的度化众生，伫教学上种内底呢成就伊道气，但是伊呢，嘛是呢。伊是渐渐顿伊烦恼呢？菩萨毋是讲个度他人尔，伊烦恼无断呢，那安着误会。虽然有所谓呢，流血有情度众生，但是在教学相长个过程当中，伊烦恼会淡薄，贪心净化，真人心净化，我慢功高心个净化，哦，渐渐净化，渐渐净化，所以一时间就断掉呢。哦，好，是不是听好？发菩提心十种功德内底第四叫啥呢？叫做正直无上菩提之根本因。意思哦，正啊以后成佛的因啊，这个、因个点落去呢，决定以后非成佛不可。所以过去祖师呢讲一句话啊，讲啊修行不发菩提心呢。犹如经典不报证啊！有议员讲，讲修行啊，哦，你若无发菩提心呢，就亲像讲哦，一枯蚕经过这耕耘机，古早时代用牛咧拖犁啊，啊，蚕已经犁好啊，拍平啊，哦，整顿到非常非常庄严的一块土地啊，但是始终豆仔子无一个点落。黄仔无爱甲点落去，安尼个始终，这是一个趴远个田。那问啥物理由？因为啊，你无点豆仔籽啊，无甲黄仔播落去啊，当然这以后嘛是趴远个田啊。哦，所以问伊到底会趴远未趴远未？是问伊到底呢有点豆仔籽，黄仔有甲播落去无？这才是要紧。因为呢，那么这颗黄仔。哦，伊无生五谷流丰收，就是无保证落去啊！
哦，所以开悟做出这位，我在这时阵我就开悟啦。讲修行若无发菩提心啊，就那亲像呢，田地里无野豆仔籽，阿妈必定嘛是芳的田呐。田呢，犁甲遐尼水啊，结果豆仔籽无甲压落去呢，这要哪能有法度诞生呢？五谷丰收呢？难以啊！所以毋通讲。证得了无上菩提之根本之因呢，相当有道理之个啊！所以，宏观咱作为全国人民啊，所下苦的同仁啊，实在非发菩提心不可啊！唯有发菩提心呢，才是咱成就佛道的一个无形原动力呢，相当有道理。过来发菩提心，十种功德的第五。叫做迄处无量功德，无毋对。你来看，菩提心呢，伫经典呢，甲研究起来呢，伊具备有三种诶角度：第一，信愿；第二，慈悲；第三呢，智慧。哦，甲你讲啊，足详细啊。第一叫信愿，因为菩提心就是成佛之心，你咧成佛。一定是信心具足，对如来伊正法呢完全无怀疑，已经实信有余啊！哦，奠定伊信心位啊！所以既然未动摇，伊对如来的正法，那伊未动摇呢，当然伊就发愿啊！发愿了后就了履行啊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菩提心当下有接受这个信愿这两个条件。信心愿力应具足啊！过来，这个菩提心具足有慈悲心。哦，你看十方三世诸佛对一尊佛呢，讲伊无慈悲心的啦。伫个佛说无量寿经啊，观无量无量寿经有咧讲啊，讲何为佛呀？讲佛者是大慈悲心事呀。伊有咧讲啊，讲啥物叫佛啊？啊佛哦，佛叫做大慈悲心啊。所以呢，佛祖伊成佛了后，毋是刀劈咱凡夫众生啊，嘛毋是永远脱出三界了后，伊就一去不回头。伊呢成佛了后，去刀架自旁啊，等下咧娑婆世间无尽伊度化众生落去，所以伊其实有大慈悲心啊，毋比二圣人啊，声闻缘觉，伊出离三界了后，顿断六道了后，就永远无爱去等下这。三界内呢，度化众生，所以伊的慈悲心就该微薄，微薄呢，拢随缘度众尔。袂像讲这诸佛共款，作为不称之友啊，哦，不但自度自利，伊嘛要度人利他，要兼善天下，要庄严这人间净土啊。所以菩萨就具足即款的本事咯。哦，菩提心就摄受了。大慈悲心咯，安尼最清楚吼。好，菩提心具足第三角度，叫大智慧。我找无一尊佛菩萨讲伊无智慧啦。如果若是佛无智慧，因能伫世间讲经说法49年呢，贴起来三藏十二部教典两三人悬呢。哦，啊有道说来，佫赞一句话讲。我所说的佛法，亲像呢大海当中的一滴海水而已啊，啊未说佛法呢，亲像四大海遐尔济啊。好，你看佛陀的智慧呢，无量无边啊，尽义工遍法界啊，是出世间色心两法完全融会贯通，大家皆得自在啊。所以做佛干咩尼简单呢、啊？好、哦，具足大智慧啊！好、哦，众生根基百态呢，所以就讲了84000法门呢、啊。每一个法门，拢都是度众生的无明烦恼，针对众生的根基，对症下药，哦，对机说法呢、啊，佛陀大智慧者，这就是为安怎会当受人天的人个尊重、五体投地、甲学习的所在，因为伊具足有无量智慧。
哦，这会不简单呐、啊！所以你也愈了解佛祖吼，你自然发出内心的欢喜心，不由自主呢，家己就五体投地，全拜落去。所以愈了解佛法的人，对佛祖就愈念仰尊敬啊。所以较早咱阿未学过以前啊，拢甲佛教呢当做是迷信呐，哦，甲佛教当做呢，哦是老阿婆啊、老阿公啊。遐迷信人，伊崇拜对象咧，哦，啊，咱家己先供过五万咧，论供过嘛，咱是排行有名呀、啊。啊，结果也有机会，哦，听法师讲经说法啊，怎么渐渐互咱呢，先变成流落起来。啊，看到东京有教呢，哦，下古的人啊，遐大学生啦、硕士啦、博士啦，有够侪出家。哦，啊，知识分子下古人遐尼济啊，我调遐下古的人遐尼济啊，咦，这有问题哦。啊，家己呢阵哦，回光返照，并调整家己思想观念，家己呢再认真去听经闻法，研究如来教典，愈了解佛法，对如来智慧呢愈越加呢，哦，心服口服啊，哦，家己就控制袂住啊。哦，啊，愈了解佛法呢，咱最后大雄出家修行啊。所以呢，即卖呢，讲叫我拜袂落，迄是无可能啊。说对佛祖愈了解，你讲佛祖愈伟大。你捌听世间人讲一句话啊，佛法无边啊，确实有影。佛法是讲尽了世间法，讲尽了出世间法，十法界所有一切法呢，拢说尽啊。所以佛祖是一个大智慧者，无简单哦。较早要拜佛时，毋知佛法啊，啊人当做迷信诶，净中家己诶无明，净中家己诶五万供具尔，佛祖拜袂落，人叫我拜讲哦，甲拜落，我考虑一大堆啊，无想要拜呢，拜甲毋情愿呢，啊拜咧规身躯酸酸叫酸酸叫呢，骨头仲要酥皮呢，仲要含骚意啊。哦，所以愈了解佛法的人呢，伊会愈对如来教理呢非常感服，五体投地，拜日家地非常柔软呢。哦，亲安呢、啊，哦，法喜充满呢、啊，信心倍增啊。哎，你就清楚哦。所以，人阮嘛真希望诸位啊，尽量先了解道理，再来修三皈依合佛修行。如本无希望讲。你无了解佛理呢，一个手就甲跌住、甲冲落去、甲跌落去，慢车哩。先了解佛理，哦，听人安怎讲，啊，抛开家己思想观念，莫有先入为主观念定掉的，因此哪吒你神经流露啊，先抛开你家己观念，听看卖啊哩。啊，然后啊，你再家己亲自研究如来教典，最后再甲入啊皈依，甲跌住落去。但你信了才入佛门，莫讲无了解无一个信心哦，无了解才信呢，安尼叫做迷信啊。但了解以后才信呢，你信你家己会心服口服。哦，信到最后开悟成果啊。哦，一就成就吼。所以总讲一句，发菩提心，当下能摄取了无量功德。要得到无量的功德当中，一定发菩提心啊！好，搁听好。那么发菩提心十种功德呢？第一叫啥呢？令一切诸佛皆得欢喜。哎，佛祖，看你发菩提心嘛哦！佛祖是天下间第一能随喜功德的人，找无一个世间人，还是呢圣人，我都看佛祖较量，较量讲呢。这人比佛祖口高随喜，你无法度。佛祖给人阿乐讲赞叹，真正呢会当互你呢，好非常欢喜，非常舒服，浑身的规身躯呢法喜充满。佛祖做人赞叹呢，但是赞叹袂虚伪，伊的赞叹针对的专长，针对呢你介好一方面，会得恰恰好处啊。赞叹你家己袂超量，赞叹你家己袂离谱。赞叹你家己计事实，啊！你始终会逐工发起充满，啊！你逐工做件什么修行呢？
佛祖真正有一套啊，就对啦。所以呢，你若发菩提心呢，所有十方三世诸佛会甲你阿耨赞叹哦，会足欢喜。哦，唔免讲安怎啦，佮你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做菩萨啊，哦，最后终定就成佛啦。安尼佛祖太袂欢喜啊！安尼佛祖嘛，免佮多加诸旁，哦，佮来这人世间。佮度遮个六道众生个流浪汉呐，哦，你为遮呢沉沦苦海所有众生呢，哦，甲你拍成一片来遮度因呐，哦，最起码有一点好处啊，哦，从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呢，啊，人自在解脱的圣者，在圣境当中何必过来凡间呢？伊可以不用嘛，那么伊为何？在圣境内底呢，搁在人间度众生呢，就避免六道众生沉沦受苦啊。哦，所以咱在人世间呢，做着度众生的工作，做着幻化佛事，水我的道场，安尼就明白吼。啊，如果若大家拢成佛了后，佛道就毋免搁来世间受苦受难啊啦。所以难怪你发菩提心的动啊。十方三世诸佛会非常欢喜，会给你随意赞叹呢，百分之百正确。过来发菩提心十种功德呢，在所谓呢，讲到这第八啦，第七啦，这叫一切众生皆得的蒙益。哦，你也想看卖啊？有影呢？天下间有一人发菩提心。这明明就世间的众生的大利益啊！哦，的福音啊，基督教叫做福音啊！哦，安尼有教叫啥呢？嗯，你那是发菩提心，天下众生一福报，不唔对？你也看唔免安怎？那恁发一个菩提心来恭敬说法，在这呢数十年的期间呢，咱啊无尽的方法去报告啊！我一人因为咱的方法报告当中，受着伊的善根大电流咯，受着伊呢无量劫的善根呢，在今生再度过呢燃烧起来，哦，啊大雄呢修道理定啊，我一人来修三皈依啊，我一人修五戒啊，我一人修菩萨戒啊，啊嘛我一人呢听咱讲经说法了后，咱修道是正确之道路啊。最后，我一人来出家修行的啊，算未真呢？哦，安尼是不是你啦？发菩提心的当下，普天之下任何一众生呢，能得大利益呢？百分之百正确啊！所以讲，咱注意那个个发菩提心，那么这是破解众生得大利益咯，叫做一切众生哦，解得蒙益啊！哎，随便变吼，好不听哦。发菩提心十种的功德内底，第八叫啥？速集正的无上佛道啊，这真正确。等以后，这样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当下发了了，你是菩萨啊。菩萨的唯因，最后你必定福报圆满，智慧圆满。三十七道品圆满，六道万行圆满，其中的所谓佛的，这个数无所谓十力十八不共法啊，对你来讲应成就啊！哎，当然瓜熟蒂落，因缘果满，水到渠成，哦，马到成功呢、啊！哦，因缘过万的时阵，当然是成佛啦、啊。所以发菩提心呢？就是呢，构成幸福的因素。既然修到因缘过满呢，哪里有无幸福的理由呢？接着呢，真快就要成就佛位啦。安尼自然变吼，好不听哦。发菩提心十种功德内底第九呢，叫做成就不断自利的功德。这句要解释好哈，唔你唔知意思哦。意思讲。菩萨，伊唔是完全是伫个利他度人的阶段，
伊家己嘛充实家己的智慧，甲伊自卑，甲伊幸福的滋养呢？来，我讲个注意听。譬如讲，咱们演讲佛说四十二重定呐。哦，我如本早就发过菩提心啊。啊，我承认我就是菩萨。哦，虽然还未开悟正果，我是凡夫菩萨，但是我是肯定我就是菩萨的行为。那么在这经营之下，发过菩提心呢，伊就不断伫个利益他、利益他人当中呢，完成伊家的自利啊。这真简单啊！譬如讲我呢，我要演讲佛说四十二种经，哦，来予咱全国人民的所有佛学会的同仁分享四十二种经，伊这真理，予大家呢步向这菩提之路啊。那么是毋是我事先一定爱家己呢？先研究四十二种经，读诵四十二种经，了解四十二种经呢？百分之百正确。如果如本啊，唔知影四十二章经的内容，以道理为食，因灵呢？伫这台上台面呢，来演讲四十二章经呢？既然伊我都演讲咯，就是首先我一定先自利，先自度啊。我若无自利自度，无了解呢，如何将这道理分享予咱全国人民、所有学府的同仁呢？绝对无法度。所以呢，叫做不断哎来助你的功德啊！哦，这叫做教学相长啊！哦，我学的是为了啥？为了教导他人，为了教导他人，我未晓，我必须爱自己呢来苦修苦学啊！爱来助你助道啊！能够有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的作用的。所以啊，菩萨就是这么微妙啊！所以我了解这道理后呢，我就毫无呢为自己下苦的过程当中呢，已经发下了菩提心来自度度人。你看，那即咱世俗人怎么讲啊？那即呢，用燃烧自己啦，照亮他人。我相信，这那即虽然在燃烧当中，把家己的这个那即油倒了去，用了去。但是散发出来这光明，哦，这能力呢，这个灵呢，和偌济人照明的作用，利益偌济人。虽然利益大些，伊在照明的当中，无尽的亏损自己，燃烧自己，到最后伊消尽去呢。不过，伊原的精神永远存在，功德永远存在。虽然恁讲经说法十五多年哦。那么在体力方面有足大的亏损，精神上有足大的付出，哦。那么虽然有较艰苦点啊，但是咱要讲一句话，咱在修道过程当中，一直燃烧自己啊，相对的正中咱大慈悲心，好，一正中咱大智慧，咱无尽的充实与充电，而研究教理啊，哎，是不是自度又搁自利啊呢？所以世间人讲并不了了啊！哦，虽然较艰苦点嘛呢，相对咱智慧甲慈悲会个蔓延广阔去，甚至要奔向于佛道理想，大家呢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一个意境入去啊！安尼最清楚吼、哦。所以做菩萨讲伟大啊，讲伟大嘛，实在咱要讲一句话嘛，无伟大啦。有人来讲呢？因为幸福啊，啊哪里有幸福的人会当远离众生呢？哪里幸福的人会当讲无想要恭敬说法呢？无大众生，无恭敬说法，因能幸福啊！吼、哦，所以佫有相得益彰，吼、哦，伊作用伫个啊。从发过菩提心，当下就能成就不断自度自利的功德，道理在这所在。好，这个你要哦。菩提心十种功德内底一第三呢，叫做成就助利他上述之事业，这是明显。那么第九是讲自度自利的立场，那么第十是成就呢利他度他的立场。成就自度自利，就是呢成就家己的慈悲心。甲大智慧
迈向佛道啦。那么成就利他的功德，就是怎样扩展咱的大慈悲心呢？这是百分之百正确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看到这个外道教啦，像基督教啦、天主教啊、一贯道啦，吼啊，中国梵高开天的思想啦，那么往往因这款的思想，拢都是安怎呢？讲这博爱，讲这博是无究竟圆满。来，我分析互注意听吼，咱这是无人性的攻击，这是教理上提出来比较，你就知道有关系，站处有关系就对啦。确实有影，来我讲听，咱有讲叫慈悲啊，慈悲和博爱有差别无？照讲是无差别，但是因迄宗教提倡的当下呢，迄宗教煞有问题去啦，煞无圆满去啦。那么基督教讲博爱，那是针对人道叫博尔呢，叫做人天下间的男女叫博尔呢，叫博爱尔呢，伊对低牛精神就无博爱啊。猪肉、鸭肉、鸡肉、排骨肉呢？哦，牛排呢？照推啊！好，我有空呢，收到过咱食牛排呢，还咱食猪排啊？鸡肉，阮想要推啊！哪会遐有空呢？咱唔免信佛教啊！所以因的博爱是局限伫人道尔。哦，啊，其他天道，哦，阿修罗、地狱、畜生、五鬼，伊未必然是博爱啊呢？未必然呢？所以博爱是有选择性的。哦，是以偏概全的扑，不是呢全方位的，不是立体性的扑。哎，最了解吼。啊，咱有讲讲慈悲就无同款啦哦，听好。佛教的慈悲是针对六道众生全部爱慈悲，无选择性的，伊是立体性的，伊是全方位的，袂当以偏概全的。来，我譬如你听，佛教讲的慈悲人道，但是嘛在慈悲呢，在畜生道呢。哦，袂当太鸡、太牛、太哦、太即畜生都来食啊！啊，基督教有去食吗？所以，咱有教伊的慈悲是无选择性的，不但人道爱多，含畜生道众生嘛爱多啊！因为伊虽然做众生，就业众重，哦，过去无量劫、无量世以来，杀道淫妄重，感召业力呢，伫个畜生道内底。那么，伊业报若现前。因个人行进，当然有翻身的机会，来接触着佛法，伊嘛来修行啊。所以佛祖看畜生来讲呢，伊嘛未来分呢。你看佛祖地位是遐尔那万万辽阔，哦，伊要哪看无搞慈悲的比呢？博爱无道的比啊。搁有啊，不但爱度畜生啊，地狱畜生五鬼拢总爱度，不但度三恶道人。天神的人也要多，阿修罗也要多，魔王、魔女、魔民也要多呢。哦，所以佛教讲这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呢，相当真广阔。这外道教因缘呢，伊这博爱，我都跟佛教的慈悲来比呢，天差较低咯。所以阿弥讲话啊，这一条教导。感觉非常公平，这地方教导感觉非常自尊，因为你我人人拢总会当来成佛，因为你我大家有一个佛性，有佛性，按照佛祖的真理来修行，你我大家拢总会当成佛。所以佛教有一个外号叫做平等的宗教，是人人会当成佛、合佛成佛的宗教，无论男女老幼、贫贱富贵。只要你有善根，只要你会缘，哦，是要你下回修道，按照如来的正法来修，无一个未成佛的啊。所以我讲咱称呼叫做平等的宗教，理由在这所在。那么基督教无共款呢？好、哦，咱有去看这圣经啊，哦，新约、旧约拢去看。伊跟你讲啊，大家那是往生到这伊甸园，也是耶和华上帝所在呢。你袂当有企图想要做上帝，你若要做上帝为者，会触怒上帝，上帝无欢喜，会变出伊甸园啊！含亚当夏娃较早偷食这禁果，哎，这历史佫重演呢、啊，打入炼狱啊！哎、哦，真恐怖思想啊！佛祖伊早袂安尼，伊讲我如来身份咯，
我嘛希望普天之下人人含我拢当成佛，能出离三界，唔免阁六道轮回，哦，个个转凡入圣，开悟正果啊！佛祖给你阿耨，给你赞叹，给你鼓励，给你提携啊！哪里你要成佛呢？佛祖给你打入炼狱呢？好、哦，哪讲打入炼狱呢？这个佛祖也好啊，掠来恬淡便所，唔免阁拜啊啦，唔免阁修行啊啦。所以就比较你较济啊！这个宗教之间的关系，哦，这个思想诶，就哎呦，无得去比啊！都大象的脚腿呢，都跟鸡腿来比就对啦。哦，哎，就清楚吼，这大人跟这囡仔来比较就对，天跟地来比就对，无我都构成比例啊。所以博爱是针对呢，人道博爱，其他六道众生就无博啊。好、哦，不然这爱呢？所以爱是选择性的，哦，是局部性的，哦，区域性的，选择性的，甚至也无来信伊呢，哇，佮拍拍位地角落去啊！伊讲的排斥感，哦，即款的心态呢，有啥物定调整咯？哎、欸，你属于认真吼，是最好的地主啊，是福报非常非常的大。那么有当咱伫福报当中，家己佮不知不觉啊。所以有人会常咧讲，讲宗教爱去比较，唔惊去比，哦，上惊咧，你去比个较济啊，你就知影。一般人拢讲啊，每一个宗教拢同款，讲无唔对。你讲个共同点尔，有个不共同点，你唔知影。你了解宗教是皮毛尔，哦。如果每一个宗教呢，若要徛伫呢断恶行善，对社会国家有贡献为正。这宗教无偌久就直接社会甲国家淘汰掉去啊！佛教我都流传三千几年，这相当的有潜在的道理，哦，为相当的真理啊，作为靠山之的啊！我说这佛教会当演变到全世界性的呢，这不是一般的宗教啊，无简单呐、啊！所以呢，这是共同点，断恶行善，每一个宗教要具备的。这宗教若无构成断恶行善，叫人做好，哦啊，叫人唔好做歹呢。哎，这宗教无偌久就用淘汰掉伊啊，这叫共同点。啊，不共同点就拄仔讲起宗教教义无共款。佛教呢，伊讲的慈悲就好啦。伊讲的慈悲是针对六道众生全部的慈悲呢，无选择性的呢，唔是针对咱人尔呢。哦，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佛教就是呢啊，针对咱人去慈悲尔，鸡肉、鸭肉、猪肉、牛排、吊腿啊，吼、哦，伊对畜生就无慈悲啊，就无博爱啊，所以叫做选择性诶，哦，局部性诶尔，哦，啊，过来啊，教理无共款啊，哦，纵观世界诶大宗教，除了佛教以外，其他宗教拢大同小异，拢一心论、创造论啊，我正讲这個问题。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哎，因两个拢同款，迄个体系类啊，拢一心论、创造论。佛教阿拉创造天地万物，也创造论，一心论。无第二尊的神来帮忙呢，耶和华上帝呢来创造天地万物呢、啊，伊是唯一的真神呢，所以呢叫做创造论，哦，一心论就对。然后第二尊的神叫做邪神，叫做撒旦魔鬼啊。因唔相信第二尊的神呢、啊，哦，迄个一神论单独一个神尔。啊，有搞看这神啊，神无量无边，你我大家修十善，以后嘛当做神啊，他都未当做呢，哦，所以持续三明六通神通广大，超凡入圣，你嘛当做神做佛做菩萨啊，好这个平等岁数啊，所以有地位人听你甲侪当就醒起来，有阿福教师。既然你讲起来，可见不是创造论哦，啊嘛不是一心论哦，无啥物论，叫业感论。啥物叫业感论呢？佛教相信宇宙三无大地般人道呢，不是呢高高在上的佛阿菩萨创造的。佛伊唔安尼讲，伊也袂安尼讲，伊唔敢五万讲句讲一个话呢呐。佛祖会知影，这三无大地。是六道众生自善业、恶业、自然业力所感召的，才有这三无大地。哎，
众生的业若真，拢家己拢成就佛道咯。哎，三无大德，同一时间就消失去啊。换一句话讲，三无大德受日月青，伊所以之所以存在呢，就是因为六道众生业被维持掉的。啊，业若净化呢，三无大德日月青就同一时间消失去啊。所以伊要存在唔存在，有来于众生业有存在无存在咧？你最清楚无啊？叫业感论，业力感应则有这个三无大德，叫业感论啊！讲较公平啊！哦，所以讲唔是创造论，也唔是一心论，叫做业感论。譬如一个来讲啊，咱大台北市民，人口遐尼济，台北市民所有的这个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政治、军事呢？我相信是几啊百万人，包含市长、市议员、民意代表，大家努力打拼，因此呢，所诞生出来大台北市民呢。伊个文化、经济、教育，乃是军事、政治，拢总是这几啊百万人努力打拼出来。我相信大台北市所有文化、教育呢、经济、政治呢，毋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我相信上帝嘛毋敢安尼讲啊。哎呦，我讲哪里敢占一个公营呢？占人公菜呢？伊咪生大忏悔心啊！所以即款拢是往别人的脸上贴金啊！上帝伊受动不起。同款理由，咱大台中市、大台南市，咱这大呢汤市，乃是花莲市、台东市、高雄市，乃是屏东市、彰化市，每一个县市的大都会呢？拢总绝对毋是上帝创造的，我相信这完全是拢总是迄个县市内底市民努力打拼、认真奋斗、规划伊大智慧、众志成城、自杀成塔所完成的一个大都会。安尼讲呢，百分之百叫平等，叫做公平啊，叫做正确啊。如果把这个私营、这公营的代志拢塞到上帝，讲上帝创造高雄市、台南市、台中市、那屏东市，安尼呢？我相信上帝受动不起，伊会感觉会真惭愧，感觉真歹势呢。所以呢，真正去信就信这啊！你莫甲一切拢撒给上帝啊！上帝呢？无容身之地啊！一见小歹势，真找无啊！伊咪起走开咪啊！所以信真哩有人，这也信会累呢。我真纳闷啊，感真奇怪就对啦，就是啊，所以佛祖讲啊，会当信佛啊，哎，百千万劫修来福报呢，你嘛无百千万劫修来福报啊，你卡了拢了去外道呢，了基督教、天主教一贯道去啊，为一心论、创造论去啊，所以定讲这句话就对啦，平平钱掠伫遐假输人，就是道理，咱得掠伫遐假赢人，投资要正确。安尼唔才有意义，无来人生，哇，欢喜要修行呢，结果了了唔着宗教去呢，唔知要哭啊要笑啊呢啊，北京语叫做啼笑皆非啊，哭无声哭，笑无声笑，哭甘笑难做一团的呢，吼，恐怖的主意啊，最正正哦，哇哇，这句话特别个注重语呢，重语大家听有今仔日。平常是听袂到，想要听的问题，互你智慧茅塞顿开，心开意解，菩提心成长。你最清楚吼、哦！哇，那清楚的时间到咯，会见下。咱明仔载佛说42章经呢，第37天，同时间再会。